今仔日邀请来，这足厉害。安尼就对啊。安尼啊，喂，这做综艺节目，我嘛捌你请到伊。安尼啊，嘿，我跟你讲，这人既然已经请来啊，小等下若出来，你要甲伊熟悉一下。熟来甲伊熟悉。啊，我着原本捌你啊，伊嘛捌我，阮是毋捌做伙尔。你是毋捌私底下，你要甲伊熟悉啦。后摆吼，你若走路的时阵，着用得着。伊吼，敢若六年前拍一部电影，叫做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哎呦，安尼讲出来，人就知影想啊你。对啊。今晚佫拍一部新的啊，即是六年了，今仔拍一部《天台》。我你也知哦。天台，我知。哎，都海报起你啊，我哪会无看？即少年的拢要来看伊，我知。对。哦，啊，互伊知影讲，学医生拢全我会较济。我一生甲我爸生拢我的，对唔吼？对啦，伊今日三个人来咧，嘿，对，啊，一个就是刘根红，哦，这出戏的总监监制，啊，一个就是叫唐崇盛，哦，这个那有来，我是要创啥会，这是要创啥会？啊，你就看鸟无点咧，你小带伊出来你就知，哦，啊，一个就是迄个扑啊跑咧，周杰伦。麦克爱叫你吗？真正要来行呢。你是周杰伦，我爱你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都给你爱起来哈。我嘛爱起来。大哥你好，周总好，姐好。那看到周杰伦的想到吴宗宪哦，吴宗宪较早也头家，是，对，伊就甲卖出去，伊那卖卖出去，暂时对不？当初如果你看，如果他没被宪哥卖掉的话，可能现在在宪哥的公司帮忙装灯泡。对，很开心的，今天第一次来上这贵节目啊，对啊，因为觉得可以跟歌迷啊这样哇这么近距离，还有很多阿公阿嬷，对啊，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。对啊，哇，你也厉害，你也写剧本，啊，也做导演。爱作词，爱作曲，啊，家己会唱，家己个演，个做男主角。哎，我是很佩服你。没，谢谢。你是已经代表台湾人，在那个国际上已经抢到面子了。台湾人去到这美国好莱坞拍一个青蜂侠，敢那伊做会到呢？他说的国语你都听得懂，听得懂，抢到面子，好，你知道意思的，后来哈，抢到面子呀。里面说有唱歌，对，也有跳舞，跳舞，也有歌厅秀，歌厅秀。那你拍这一部是要跟我万秀珠王对打是吧？啊？哎，没有感觉，感觉无同。我赶快了，一起要向你致敬了，向我致敬，对了，一起戏啊，你个致敬，不啦不啦，你们挚爱开表达我们当年哈，就是朱大哥他的这个表演，影响了我们很多后一辈的这个演艺人。这出你有哪做呀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呀！你今晚是出来冲啥？你一点点卖凉，但是这出你一点点是啥？落雨滴着都无啊！没有，他有还蛮好，蛮重要的一个戏。应该恭喜，记得因为哈，我若无出现吼，安尼这个剧情会受到影响，非常之关键。嘿，因为男女主角吼见到面，啊，因要来到阮这个叫情人湖夜市，我算迄个夜市内底上大部的。哦，讲到这个夜市。一共开3000万打这个镜呢，我真正有影。而且拍完了这个镜还拆掉哦。讲，哎呀，这工作人员、遐演员拢唔敢。对啊，3000万，那是要是栋楼啊厝的。你奈着去用3000万，你去啊镜，无你来阮刀拍的。啊，你3000万用啊豪华，你奈着那边怎啊话？咱来看一下预告片的啦。对，因为这出哦拍个足精致的。嘿，啊来，我嘛足离开，既不能说的秘密。预告片就袂歹啊，代表周杰伦真啊袂歹。大家看麦啊，来。谢谢。
不是我教你们功夫，我早就死了。兄弟，打得不错，他跟我有错一样。因为你也要替身啊！咔，咔什么咔？这么开心，你在咔什么啊？去去去去去！嗯，那我朋友几个白痴。我们天天都看到你，所以你早就认识你，只是你不认识我们而已。废话。有两个男的，一个男的呢是一个明星，什么都不缺；另外一个男的呢是一个普通人，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生活多彩多姿。如果你是女的，你会选谁？哇，好美哦！当然啦，这也是全天台距离星星最近的地方。你的许愿望会比较容易实现哦。我也好想像你们一样，活得像自己。我们天台就算平凡，但是可以过得很平凡。不准再跟小爱来往。对着刘根红在讲，讲规条街拢打出来，连电火条拢爱拔掉嘞。因为咱即摆电火条甲以前电火条无共，啊，拔掉了再搁个倒倒登去，拍掉然后所有地上的线全部都要涂黑，然后弄完还要再复原。听说里面的歌有很。很多元素，讲什么叫血压器哦？血压器，唱一段听听看，好不好？来，阿婆姐啊，来。这个前奏下去就知道不一样哦。来，开始。血压器一定要来这里，来这里就出兵。都是周杰伦以前可能大家不曾看过，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歌，唱的歌这样子。对，那个周杰伦做的歌，有他的味道。血压计一点爱来捞金，捞金鱼，烤玉米，烤玉米。嗯，上个吸金的都一幕，你知道？在澡堂的那一幕，就是三温暖啊！你要泡三温暖之前，衣服要先脱掉。所以你第一次露点吗？电影里面算是。哎呦，你老夫人没看，我老人的也得过来跟他讲。人鱼线，还有事业线有没有？人鱼线、射护线，这是不能漏，射护线是不能漏的。但是它整个线条是非常的漂亮。听说你家里的车子比房子还多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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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二十多台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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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喜欢车子了，讲出来你都要照啊！我未发照啦，迄个面我看着伊会照啊，我才歪。拜托，对，你跟他借他也没有，因为钱是妈妈在管。对对，啊看这个脸哦，我借没有。对，目睭无盯顺，我就怎照无。你说他的钱都妈妈在管了？对啊。朱大哥师奶杀手呢？啊，真的啊，哎呦。我替你找到，后一个都没有。你别使，你安尼别使，你安做这人来叫我阿叔呢，唔好。别使，别使呢。哎，雅兰姐，这个画面好妙哦。你看哦，我站在两个天王的中间呢。而且这两个天王都各有特色呢。一个他说是车子比房子多嘛。一个是曾经娶的妻子比房子多呢。一个是都没结过婚呢，一个是。结四次，对，没有了，你讲的呀，哎，我不讲，真的，哎，所以同样是天王，但特色都不一样嘞。你搁站起来一边啊，我换回来，换回，你里面还有再一首歌，有，还有很多首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刚刚讲到钱嘛，钱一拍弹，哎，那地是我的哦，我老一地哦。有钱是大兄，无钱通人惊。甲你迄无共，无共。这条歌听看卖者。哦，你即摆就是拍这个电影啊，唱这台湾歌《血压器》，啊，甲这个鸡排摊，对，《血压器》，你才今日我才来录音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无啦，人早就慕名要来啊啦。我知啦。阿妈看过低头啊，所以免来摆阵。好，安尼无听看卖就知影，钱歹赚，来，拍我一下吼。
出海打拼，我嘛出海打拼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圈人转转转，围着它来打转转转，又可以看见美丽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好，安尼。朱大哥，你看了不？杜家进来哈，就徐德公，他也是看过朱大哥以前的表演啊，所以对朱大哥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鸡排英雄就是讲雅琪嘛，哎，阿杜啊，杜家我们要唱谁雅琪，对不？阿杜家你话讲要借钱借钱，我们现在用这首歌来回答你了，鸡排台不可以，哎呀，不是啦，我问你一下啦，人家唱两地，人大家嘛要听周杰伦唱歌，啊，你是跟人合音是咧合安怎呀？无，你一直唱一直唱，你无感觉杜家迄个？重点是伫合音，因为伊龟狼他整个人的电影已经就是一个重点，他是一个招牌，那就是需要旁边有一些这个合音的来点缀。是确定有他的合音吗？有。你可以再给他贴掉。我里面还有主唱的。其实我都唱很长的呢。哇，都只系地卡好，只地卡不好。因为从那个即兴的功力很不错了，那在里面其实演戏的时候，有时候让他自己发挥。比如说你今天好不好？哦，万秀珠王有没有什么即兴发挥一下？来对情人湖夜市哦，我伫夜市来对是来对起这会长哦，好像自治会会长那种啊，叫卖有点叫卖在卖衣服啊那样啊，就看到各位从各地来逛夜市，我得欢迎大家哈啊，可能就有一段这样哈，哦，来来来，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情人湖夜市哈，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，爱过恨过，你的人生才没有白活过哈，然后你来到我们情人湖夜市，如果你逛过买过 shopping 过，回到家你才不会难过。来来来来，赶快来上我们诸葛亮朱大哥的节目。如果你当了一个艺人，你没有上过他的节目，表示这辈子呢千错万错都不是你的错，是因为你这辈子没有红过。不错哦，很即兴的表演，即兴。在你旁边，我就让他发挥。哎，他要给你看，不是给我看。哎，他看过了。对，他看过。说这个片本来有我一个角色，这里面因为朱大哥以前演过一个叫《辣人张》的，有没有听过？超久以前的《新少林五祖》跟李连杰，有没有？《辣人张》有没有？久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看那个波爷曾志伟那个角色？其实有没有中医馆那个老板，跟《辣人张》的感觉有点像，就是在中医馆那种哦，他是在蜡像馆嘛，对啊。所以朱大哥其实我中医馆是不是在卖兽医的是吧？卖中药的，哦，卖中药的，对，哦。你要做过辣人张是啥？你做辣人哦？无啦，新少林我做你可笑的电影你无看？我总共还没出席啊。啊，好了，那你也太早熟了吧？现在。现在安尼，谁安尼算早熟嘞？对啊，所以对啊，迄画面我拢感觉，足新鲜嘞，我拢唔捌看过。哎呦，妹子，待会留个手机吧。其实呢，杰伦咧拍戏哈，伊唔呐讲要拍出好的作品，伊其实吼有结合观光，伊咱台湾的所有景点伊拢有去拍过，即嘛算讲替咱台湾算讲是推销的一方面。对，希望你这部电影破亿以上，谢谢。我希望我们台湾人的 ID 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周杰伦，对，歌唱、电影什么哦，很棒。对，恭喜恭喜，好，祝福你啊，祝福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全球华人争光，谢谢。